大家好，我是小六。小六今天非常的高兴。由于呢，小六呢参加西瓜视频的活动，获得了一件衣服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去领快递，骑着我这个28寸的凤凰自行车。看西瓜视频这边呢，是看了又看再看一直看，看一下里面衣服怎么样。哇，怎么这么大一件呢？估计小六穿不了啊，这么大一件。试一下吧，这么大一件。长这么多啊。太长了。你看都到膝盖下面了。这衣服都可以唱大戏了，你看。这个都快赶得上那个戏服了，你看看到没有。踩。好了，小六穿上龙袍都不像太子，没办法，无福消受啊。希望呢，下次西瓜视频再送衣服的话，看看有没有童装版的。小鸡，这件衣服归你了，来试一下，看看你能不能穿呢。穿得上，刚刚好哦。看，是大西瓜。好了，我可不是大西瓜。好了，今天小六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。喜欢小六的，帮忙收藏转发，支持一下小六，别忘了关注小六哦。再见。再见。衣服归你了，这个袋子是归我的哦。我背上去看看，刚刚好。